好，现在是把超级防守阵关闭，单纯手持。那大家可以看一下现在的录影效果。好，我在录影的同时可以同时切换镜头。好，这是超广角标准镜头跟三倍望远。那在切换三倍望远的同时，可以拍摄这个声音的润音润奥，也就是说集中收音。比如说像我现在把声音放大，把影片放大，然后在这个地方我可以录我小孩子比较清楚的声音。但是因为没有超级防守阵，所以现在录影放大的焦距越近，它就会越晃动。好，这是比较可以接受的画质，大概是两倍，放再大的话就会比较不清楚。那一倍、三倍，它最高录影都放大到八倍，八倍。好，超广角。那如果不开超级防守阵的话，又想在录影的时候切换它的焦距焦段，那建议一定要上脚架，不然会蛮晃的。那如果是纯手持，可以不用润音润奥的话，可以开启超级防守阵，那它的防震效果会明显，这个就要大家自己去取舍。不过它录影的品质算是蛮好的。好，简单测试到这边。